我在随便看一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！什么好消息啊？朋友们在一起了。真的吗？那还有假？今天他跟我说，只要我高兴，其他的都不管了，也不再阻止我们了。也就是说，那就整得太好了。那叔叔嘞？在家里烤火嘞。哦，那我回去跟他说几句话。走吧。好，这这。刚才我录了视频的，有视频为证，你看一下。